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ウルトラーダッシュ Z3、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フロード、百年欧系刹车品牌、得您信赖。出发了吗？啊，我要怎么称呼你？维宏，或者是维宏，对啊，或者是我朋友都有时候直接叫我喂喂，哎呀，哎，喂喂喂，啊，没事，然后我没礼貌，啊，老婆可以问他问题吗？可以啊，他就在等，他就在说等说，哎，我什么时候可以发言？哇，他可能有累积了很久的怨气，想要说，要趁这一次全部都说出来。哇，太好了，我们今天来试这个16年的，哎，四五四十哦，40 TFSI 2.0 Quattro，你这买新的？没有，二手。哦，是啊，你买多久？我七月才交车，上一台是 A1，我其实 A1 交车大概一两个礼拜，我们就验出那个怀孕了，就需要修小朋友，然后又换。对啊，所以那时候，啊，所以现在有小朋友？对啊，对啊，那个爸爸帮忙照顾一下。哦，我以为现在肚子里有了，吓死我了。所以你有那个奥迪情节啊？对，我觉得我现在有，而且我是那个双离合器的粉丝。好，今天有人来挑战我了。我没有，我这台双离合器。我知道，因为这台就是配 2.0 的引擎，但是是七速的双离合器。喜欢双离合器的理由不是因为它开起来的感觉，它是就是传输的效率比较好。当然了，所以我就觉得说，哎，那我好像这个引擎该有多少，它都没有浪费在，比方说。我知道它浪费的损失没那么多了，它就接近手排嘛。没有这个东西其实不是不好啦，就是我就是很讨厌它低速的那个感觉，就像咕噜咕噜的。对，这台很明显，尤其是我要停车的时候，比方说我前前后后，对，然后它就是一档，然后 R 档一档 R 档的时候，对，那很烦啊。对啊，你这个应该算是前一版的啦，它现在新款就比较不会。但是我预算没有办法开到新版，真的是买这个车就是爽啊。CP 值很高，哎，然后你说今年才买的，今年七月啊，买多少钱？145，我差一半了呢，吼，145好像是当时所有 A6 里面也算是比较价格比较高一点，哦，但是因为我就是我很想要，我很喜欢这个黑内装，基本上就少了很多选择。但是我有小车情节，我前一台的那个 A1 1.8T 也是，我就觉得很稀有，就这么小的車。A1 是 1.8T 的，对，啊，那开起来会很爽哎，欸，我觉得比这还爽。对啊，因为加速很快啊，老婆不会有意见吗？我开很快的时候她不在。哦哦，我还是不要乱问啊。上班的时候，我们两个有一阵子小朋友出生前，我们也是宜兰台北通勤这样，所以谁在台北上班？啊，我们两个都在台北上班啊。你们两个在台北上班？对啊，然后住宜兰。对啊，我其实蛮享受，就是每天可能啊，对，这也是我跟阿呆讲的。其实有时候每天上下车有没有有个距离开啊，还是会比较有一个沉淀啊，或者是比如说假设你们两个这样更好啊，你们一起上班的期间还可以聊聊天，吵吵架，啊，斗斗嘴啊，对啊，冷战一天以后，下班还是得在一起回家。对，关在车子里就一个小时这样啊，对，然后再回去再冷却一下，是吧？应该都是这样嘛。有吗？有冷却吗？应该有。我想没冷却的话，我就跟你讲，今天你自己回去，刚才就知道自己大条。哎，所以其实你交这个车，除了你那个奥迪那个 VAG 情节以外啊，我觉得因为我自己的印象起来啊，我一直觉得说像你这种车款啊车型啊，我觉得是比较适合高速公路。对，所以我觉得你选的还蛮正确。我自己的感觉是这种车如果遇到比如说像我之前住山上，其实就没那么好开，也应该不要讲没那么好开，有其他更好开的车。对，在弯道上，比方说我以下我的经验，我竟然其实我今天好像是第一次开山路，因为这七月到现在都在讲，然后也大部分都是这样高速公路，对不对？不过我觉得想象起来一定是跟 A1 一定是A1 一定是比较好的。对啊，可是 A1 是前驱的，但它轴距就是很，我觉得 A1 的后面的悬吊，它虽然是多连杆，但是它的后面的多连杆，我觉得比。因为我们家还有另外一台 Polo 同时期的，然后同底盘，但是那 A1 的那个后轴就真的比较好，对，然后过弯的感觉比较轻松。你也算是很热血啊，你要去跑北宜啊，故意跑北宜。有的时候那个我们看赛车，我就说不想，我要跑北宜，开北宜。然后他在后面说，他时间不差不多。但是一个会想吐，一个不会。好，那我要问老婆了，觉得这台车满意吗？哦，这台不错啊，坐起来就是
至少的后座，因为是我前面还有两三个拳头。我还知道用拳头嘞哦！我看你们不是，哎，你是那种属于那种他在路边等你，你会开错车门的人吗？坐车门？对，我会坐进别人的车。你也会啊、喔？他不是开错车，他整个人坐进去，已经坐进去了，已经关门了，关门了，这么尴尬。然后呢？然后那个人就看着我，想说你是谁？然后两个人四眼相望，对，然后下去说对不起，我坐错车了。然后是一样黑色的车吗？还是 A1？ 那时候是 A1。好 ，A1 怎么？然后就白色，我开车门想说，哎、欸，这个就是前座嘛，想说这个底板怎么好像哪里怪怪的。所以你上到别的厂牌的车哦，好像是 Honda 吧，完全不知道是什么车，反正就是一台白色。那你觉得从 A1 换到这个，你觉得坐起来有感觉有差吗？好像差不多，太特别，只有空间的差别而已。啊、所以你对于那个车，就是他放回去，他会跟我说，可是我就是，就算我开，我好像也不会有太大感觉，除非是真的差距很明显。不是啊，比如说过，你会觉得车子特别晃啊，或什么，或特别弹，对你都没有，都没那个感觉，就是可能差距要大一点，不然我可能。所以你觉得从 A1 换到这个，你没有那么大的感觉？哎、欸，换一个角度想，他这样好相处啦，对不对？至少。碰到他上车也 OK 啊！哎，对啊，哎，小心讲话哦，大家都有那个场内很多碰到。不是，我是说有些女不像有些女孩子，对不对？哦、我要一 A 二 B， 就是这样，不是碰到不好，有些哎。欸女孩子她可能会觉得我要坐进口车啊，有吧？你不要害我讲句话解释那么多啦，对啊，没事挖那个洞还要解释，你要看我又被告了二，所以我觉得这样也不错啊。嗯，你这种女孩子最棒，好不好？如果遇到那种会挑车，你才累嘞。我没遇过，可能你经验少啦。没有，我求生意志。我有在帮你啊，我说你经验少啊。他之前挑了几台？三四台，两三台。然后因为我之前坐过他朋友的体况，我说体况不错，体况很高，然后后面就很方便，视野很好。对啊，然后他就看了，然后其中一个选项就体况，我说那就体况。他还看了什么徐沟仔，我说那台徐沟仔看起来不错。你打台都不错，他不是很始终还是要他的欧迪。他本来就要自己喜欢啊，我沒有，就是你不喜欢底盘高的车，我不喜欢修旅车。我们还去开了，因为小时候我爸有一台206。206。然后那时候我们开北宜，然后我真的觉得那个底盘是我目前我的经验里面我开过我觉得最好开的小车。对。所以那时候考量空间什么的，我们也去看了2008。3008这样，但是2008开起来就是还是有休旅车的感觉，就是他们对于底盘的那个调教，对，没办法抵过那些重量啊、几何的这个形状，所以后来就想说还是不行，我觉得那个开起来还是很，觉得没有印象中这么好。啊，它的卡钳是你换的吗？碟盘？对，前后卡钳是刚好有车友 RS6 的车友，RS6 升级，所以。它的碟盘跟来令就整组，然后就是拿直接留用它。但是因为本来烤漆是那种，它烤那种青绿色，所以你要拿去给人家再烤一次。对啊，然后我就想说，那也不要用 RS 啊，我就把它换，就贴那个 Brembo， 因为我印象中它是 Brembo 代工的，我就想说好，那就把名字还给他这样。他真的很在意乘坐的感受哎，如果发现他过坑洞都会特别的，可能啊。因为你是以前就是还是有小朋友的，以后的。小时候我爸开车的时候，对，我们以前也是很常走北宜，然后我都没什么感觉，直到我长大，有时候比方说，坐到别人的车，或者是坐计程车或者什么，然后才觉得哇，这怎么会这么晕？阿爸现在开什么车？现在开那个，看又在撸了。对啊，我说那个乳型。对啊，这个我觉得 A6 这个真的是，虽然我是。车主，但我真的是觉得这个旅行真的是比 A1 的还要稳。Ultra Dash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嗨，欢迎收看这一期的会员追车来了，好不好？今天是远道从宜兰来的微红，为我们带来这一台2016年的 A640 TFSI Quattro， 好不好？那等一下我们请他来介绍一下。他这一台爱车，他前一台车就是 A1， 那直接从 A1 跳到 A6， 跳了五级啊，
啊，不是这样算的吗？那 A1 在之前呢？ A1 在之前，家里的车 Polo 12年，哦，12年的那时候还是 1.4 自然进气。在之前家里的车还有206。啊，206在之前还有？还有一台我爸以前有玩过一阵子老车，是那个福斯的 Corrado。啊， Corrado 我知道啊。对啊，那个是双门的啊。我印象那个好像有机械增压的。有 G60 引擎，对不对？ 1.8机械增压。好了，那接下来就让你帮我们介绍这台车哈。我看到是轮框，轮框是换的嘛，对不对？对，卡钳也是换的嘛。卡钳对，轮框也是你换的吗？轮框也是我换的。哦，它现在已经换到20寸的呢，原本应该是18，对不对？我接的时候其实就是20，就是20。对，它可能当时有选配，原厂是配有点树枝状，反正我就觉得这个跟我想象中这个车子的那个，但这些都是理由。啊，还有就是换，那我就不问多少钱，今天老婆有来，好不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喜欢这一台车的，从外观开始，你觉得比较特别，你比较喜欢的地方。外观来说，就是我觉得啊，就是所有的奥迪的车都很在意门框的接玻璃的这个比例，就是很深入嘞，来，怎样？什么叫门框接玻璃的比例？来，我很讨厌车子的几个东西，就是那个后面这个三角窗，就这边有一条塑胶，对，所以这边就有一个窗，对，所以。但 奥迪 本来应该是都没有，对，直到 Q2 出来的时候，要剪掉吗？ Q2 不用啊，不用啊，直到 Q2 我朋友台南驾驶嘛，没有，看一下，好，只有 Q2 有那个啦，对 ，Q2 有那个，但是他们就是可以设计到，就是三角窗坐在后面，往后移啊，对啊，然后。再来就是比例上来讲，它就是这条线抓的比较水。你说的是整个总比例，对，窗户占整个高度的总比例。对啊，好，然后它的腰线刚好拉在这个窗框底下。啊、我比较喜欢腰线，就是从头拉到尾，然后大灯接尾灯。你是做设计相关的工作吗？对啊，我跟我太太都是建筑设计。你看，难怪，你看，真的做什么工作就会去注重这种比较符合你的喜好或工作的东西。我刚刚讲到 A1 换 A6， 就是现在就是比较考量后座嘛。对。然后 A6 的设计有一个比较，我觉得还蛮不错，就是它这个开门的这个点啊，离这个门最凸出来这个点，就是高度也很接近。比方说，我开门，然后我现在抱着小朋友。我开门的时候，这一段是削进去的啊，因为有些车这一段是突出尖的，对啊，会敲到，会敲到这边，对，所以我这样开门，然后把小朋友抱进去或者是什么，我真的觉得威宏说的这个是可以给观众朋友分享，因为很少人会想到这个细节。我觉得我听到很少人会去考虑说我抱小孩上下车这个问题。好，然后我顺便补充一个，就是其实啊，我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VAG 的车，尤其是奥迪的车，它门的开度。都很开，你如果从侧面这样看过来，基本上已经几乎是90度了。那第二个，他既然会去担心说这个地方会不会去敲到，你下一个要考虑就是这个地方如果万一它是切下来的，那你就更难进去了，你一进去头就撞到了。对啊，因为其实我开 A6 的时候，我那时候在路上看 A7， 我真的是一见钟情。我那时候也有去看跟他同一代的 A7， 对，他就是真的是从切下来比较早就开始切，对，所以差在这一块。我去事后做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有时候可能急急忙忙上下车，或者是什么的，就会很容易撞到。外观上，我基本上只有贴膜，然后改颜色。啊，你是贴犀牛皮吗？前面撞风面是犀牛皮，因为我上下班比较基本上都是高速，所以我想跳石。对啊，然后。其实换颜色，其实我本来想说，因为网络上很多都是比方说把 logo 全部改全黑，轮框也是黑的。对。但是我觉得好像有一点太黑了，看太腻，很多车都这样，很多车都这样黑化。对啊，那我就想说改颜色上面，我就想说还是留一些镀铬的。可是原本 A6 下面这边有一条那个镀铬的四条。我觉得就不好看，我就把它贴了。其实还蛮深的啦，有一个婴儿安全座椅。我跟你讲，开奥迪都很费这里。但这个是新的，还没开过啊，还没开过，还没用。开奥迪的标准配备有没有？没有准备一个这个，你敢开 VAG？ 好，那这个就经典的 S Line 内装，就是中间是麂皮的，好，然后双侧就是这个真皮座椅，好，那 S Line 的平把的方向盘 ，S Line 的排挡头跟 S Line 的黑天棚饰板，还有什么 ？S Line 不一样，排挡跟方向盘其实不是原厂啊，原厂 S Line 不是就这样吗？没有，原厂的是一个比较像是那种主管车的排挡头，
对，这个是应该是留用 RS A3吧，等于它没办法直接直上，它把皮套抽过来直接用。方向盘跟排挡杆都是后来才换的，方向盘也是 RS6 的方向盘、啊、RS6 的来换的。夯不啷当，你知道他换方向盘吗？今天终于都是方向盘，你知道？不要污赖，不要污赖，我都有先那个申请。哎、欸，不是找老婆来，有时候我都不太好意思问太多、欸，哎，怎么办？夯不啷当，这应该也要来个10万左右，嗯，是吗？差不多。讲很小声，因为现在走比较远一点。哎、欸，所以你到现在买回来到现在还没保养过？还没到。有，没有、啊、已经到了吗？因为买回来的时候换卡钳嘛、嗯，所以你就顺便刹车油就换掉了。哦，还有花一笔是买回来的时候那个水路有整理过一些。前面一个车主他换过节温器，就是只换节温器。我记得没错，他节温器应该是接在水泵浦上面。对，有的时候是两个一起换。对，那时候他应该可能只换了节温器，没有换水泵浦。然后那时候其实我前两个礼拜我就开始发现他会漏水，副水箱会漏到整个副水箱没水。我16年跑3万多就漏水，我觉得怎么好像有点快，不知道可能停水，还是这一集要变成那个你要卖多少？没有啦，我只是觉得怎么好像有点快而已。对，没关系。然后你就顺便把水路那边都整理。对，但是那时候发现的时候其实有点晚，因为水箱精已经把，比方说副水箱下面的那个接头里面的电路板都有点腐蚀了，然后还有上下水管，那就一起都换掉了。对，所以那时候就整理一次水。那水那次花大概多少钱？你想吗？那个没有一万多，但是水泵浦我是找材料行叫，所以要再加快2万。水泵浦是原厂，然后副水箱是副厂，其他水管都是原厂，大概算2万这样。那还有花到什么钱啊？有一次因为那个 RS6 的碟盘是这种浪花形状，所以我开大概一个多月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有时候下停车场地下室下坡，然后踩刹车，它会发出那种非常尖锐的滴滴叫，因为它这个。对，浪花的尖这边对磨不到，浪花的尖这边其实是有一点、欸。我看你碟盘都会为什么都会有波浪状？对啊，不知道是，但是摸就还好。我刚刚看前面也是，因为这个也是那时候前一个 RS6 的车，他有用过一阵子、嗯。反正开起来刹车没有抖动就还 OK 了。刹车没有抖，那时候有一天我就是也是刚好，因为我太太家在阿吉泰山的店啊，泰山，因为我那天真的是叫到超级大声。阿吉那边的机师就帮我把那个来电片的脚稍微倒脚磨一下，倒脚磨掉。椅子蛮有支撑性的啦，那奥迪的椅子都蛮有支撑性的。不过我其实不太喜欢麂皮的椅子。哎、欸，我很喜欢哎、欸，这个跟我不一样个性，哦、真的很好，这样我们两个可以当好朋友。遇到女生绝对不会喜欢同一个，口味不一样嘛。就是很热啊，然后整个屁股都。哦是哦，可是我觉得麂皮的第一个我喜欢它看起来比较没有皮椅那么的成熟感那么重，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它蛮防滑的，其实皮椅蛮滑的，对、嗯、我就觉得滑来滑去滑来滑去。以视觉上来说，我觉得麂皮真的是最好看的，对，看起来比较温暖，比较年轻。可是我就觉得这因为这个东西我开车的时候我看不到，所以对我的视觉的加分比较少哦。然后有时候我穿短裤，嗯。开车，然后我只要一刹车，就整个内裤就四角裤变三角裤，因为太防滑了啊！对啊，就啊，我知道，那个外面那件还在原地啊，里面那件想冲出来啊！这个，那下次我教你嘛，你就穿内裤开车，跑出来的东西又是别的。マコトスペシャルデザインスタジオ、誠意を込めて家作り。好啦，那接下来就是我换我，刚刚是维宏载我过来的嘛，那现在就换我去出去来试一下他的爱车 DSG， 双离合，试到不要，好走。Rich View 元气健康枕。其实奥迪的车，我以前我开过 A4 Avant 哦，嗯，差不多这个也是差不多这个年份，它加速非常的快。Quattro 它那个真的很快，四轮传动，然后再加那个涡轮增压，它加速真的超快，快到哦，有的弯道在高速公路啊，其实你是方向盘是转不过去的，因为你一直被拉着走，被四个轮子，然后跟它的强大马力一直往前拉，造成其实你方向盘啊，在一定的速度，你想要转弯是转不太过去。我被它吓到过一次。我其实本来也有在看 A4 Avant， 因为我就觉得好像同级距很少有把2.0的引擎是放直的。
对，然后前面做多连杆，然后所以而且可能同样的马力 A4 跟 A6 的重量其实有差一些。不过你怎么没有去找旅行车啊？因为那时候我也是就是8891这样看，对，所以有的时候就是理想的车型要么就是没有夸错，要么就是没有黑内装。哦，没有刚好看到都符合你需求。我觉得黑内装应该是最难遇到的。哇，这油门很轻快，开起来不觉得这个是一台很重的车的感觉。再来是我觉得它的变速箱的电容其实好像有针对 A6 这种这个重量，基本上重踩一下它就知道你现在要帮你。有，我有发现哦，其实它的跳档的那个速度比想象中的来的迟缓一点。我觉得它这个变速箱的模式跟 A3、A4 有一点不一样哦。你如果是在 A4 以下的车款，基本上我们现在应该已经要跳到 D5、D6 去了，可是你的一直在 D3、D4 而已。那所以我觉得针对 A6 这款车，它你这个变速箱的换挡的一个逻辑，好，其实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好，我开起来的感觉哈，它的底盘设计啊，其实是蛮舒适的。就是说，它虽然20寸，我本来以为20寸的铝圈应该会弹跳更大一点，可是我发现 A6 的这个底盘设定上面啊，因为它毕竟我觉得它还是比较偏向走家庭房车，所以我觉得过坑洞不会造成太多乘客不舒适的那种弹跳，但是在过弯的支撑性上面啊，我觉得又有一定的表现，所以我觉得这一台是一个开的人可以开得很舒服，坐的人可以坐得很舒服的一台车。不过我一直以为20寸的这个以现在的这个弹跳已经算很大很大，没有，真的，这弹跳其实蛮小的。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它现在原厂的这个悬吊好像是运动版的悬吊。你说你现在现在这个车上是原厂的，但我觉得其实弹跳的抑制的表现很好，然后过弯的支撑性我觉得还蛮够的。因为坦白说，它这个有车重的东西，有时候你到山路，你其实离心力惯性的问题，所以你也不见得能够用多快的速度去过弯。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它调整的是蛮刚好。但是认真讲，你要跟短轴距的车比，当然是不能比。先天的条件就对，因为这个车本来它的取向就是在乘坐上面的舒适，哦，非常顺畅好开的一台车子，我真的觉得开起来宛如自己就变成杰森史塔森那种感觉，有稍稍那个方双离合。没有双离合，原本它有速度以后是没有问题哦。对，我对它的很诟病的地方就是塞车的时候，或是低速停车，找到停车位要停车了，好，低速的那种前后的那种感觉，或是遇到一点斜坡，那个是不舒服的。但是其实它速度起来以后它是 OK 的，然后再来第二个比较当时啊，现在当然它进步很多了，好，其实我后期试到一些年份比较新，2021年之后的，其实他们的那个变速箱的修正啊跟软体的修正之后，其实就好很多，连低速都好很多了。然后是因为那个年代除了我刚刚讲那个低速的问题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妥善率的问题，因为那时候真的发生问题的几率太高了，连我都去修过了。我那么少卖 VAG 的，我还是遇得到。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对 DSG 是一个，我觉得何必嘞？而且我不是针对 DSG 我的218GC 的双离合器我也是很讨厌的。对啊，我不止一次说好多次了。可是那如果像 Porsche 的双离合？是不是就没有不会这样？就不会这样。对，不会这样。所以我认为那个是他们必须要去修正的更人性化一点。因为其实这是常见的问题。它今天它就是一个接近手排变速箱的东西，离合器由电脑来帮你控制。那常常就会发生一个状况，就是它要放离合器的时机点跟你心中所想的时机点是不一样，有落差。那你开起来就会 KK， 不同步嘛，不同步。算了，不要。今天老婆来。对啊，所以不同步就尴尬了嘛，对不对？所以就那种感觉就会不好啊。不过我真的觉得这个萤幕的它的那个画素跟它的界面啊，真的显得很老气。对啊，因为它从2000几年开始，它的萤幕的界面就是用这种有点，嘿，这上面显啊，这叫上面显，芥末色、咖啡色、骆驼色，它整个界面的那个颜色就让你看起来觉得很像是那个很旧时代的电脑，你知道吗？上一个年代的。对，这个很有年代感的一个萤幕。哎，好啦，今天很谢谢维宏哦，一趟路，谢谢跟他的夫人从宜兰过来这边玩，
来聊聊车子。我觉得最好玩的就是大家都对车子是有一点小小的兴趣，哦，嗯，喜欢拉迪赛有吗？哈，还是其实你是很内向的？我比网络上比较潜水。就是如果聊车子或者什么，有时候因为我太太也不听，哦，找不到宣泄出口，对啊，现在是在找我泄欲就对了，啊，就是，不错啦，嗯，对啊，我觉得这样来聊一聊也是蛮有趣、蛮好玩的，而且可以分享一下不一样的角度哦。我觉得今天我就有接收到不同的角度，就是尤其是在你说的那个窗框的比例也好，后门的那个门把比例跟上下车，因为有小朋友，其实这个我觉得都可以跟观众给观众朋友知道说他们在要迎合他们需求的。因为我跟你讲，我没有小孩子，我一辈子我都没有想到我要在后座打开看看抱小孩上去会怎样，我从来没想过。你知道，因为我没有小朋友，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今天倒是有这个提点到我这个部分哦，其实也是应该以后有机会要给分享给观众朋友知道说，哎，其实这个后门的开度上下车方不方便？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对我来讲，我觉得蛮重要的，对不对？分享给我小朋友要抱我上车的时候，也可以考虑一下。我，哦，没有哦，没有，不用哦，不用哦，还是那种后面的，没有没有，养老院哦，不好意思哦。不好意思啊，不要想太多，上下一次而已。不要想太多哦，养老院就好了，就打死了。好啦，那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订阅、留言、开启小铃铛，下次见。谢谢维宏，哎，谢谢夫人在这边，拜拜。耶。对吼，哦，老婆有在问一下你老婆，如果你的位啊不是你坐后面啊，没这个问题，对不起对不起，收一收一收，肯定啊，那个另一半还是会希望坐在旁边，对不对？那个心跳 doki doki 的瞬间，对不对？倒车，就是要这样子吗？啊，你现在一倒车就看到老婆在后面，四目相接，哎，四目相接，啊，你看怎么看？倒车啦。对吧，啊，倒车对吧，哦，啊，停车票卡要含在嘴巴才帅。空气方向盘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